来，我爸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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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爸好
来，这边，大哥走。来，三百多啦。这是是金波三百一，要不要收来做？这个是。今天三百多啊。这个应该是。来，是金波企业啊，有企，哦，啊，一百几啊，两，来要吃没上班，来两百，不会啊，礼拜三应该桃园啊。没上班，来两百。礼拜三他在桃园啊。两百块，三百多，来要叫，哎，大家好，来，进来，三百多，两百块。我没问题哦，我这两个下流哦，OK。 我记得个上流哦，六百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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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，
吃。来，多吃一块啊！要九块宝贝。那个刺超厚的，很恐怖。来，喜欢吃鳕鱼的举手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就先卖猪排喽。有没有想算你吧？有了哈，没有，没有人理我。哎，算你千块来，就一个人给买来鳕鱼，大片的鳕鱼一千块。阿伯，大哥好，大哥叔叔好，看一下，来黑胡椒猪排四个客人来两百块，黑胡椒带骨猪排非常好吃，用煎的用烤的，小朋友最爱吃的了，来旭姐来我边，来老爹，来谢谢，来边边，来哥，来十条你来，两百块了，黑胡椒带骨猪排非常好吃，来两百块了，黑胡椒猪排够了没？加够了，来旭姐。来了，大概已经有三年没有来。来，七点来，八点，吃饭。来，九点来，十点来，两百二，二百姐来。我真的。黑胡椒猪排两百块，快叫卖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大哥，这个鸡腿排，那个三节烧好吃啊。来，三节烧啊，三节烧。一粒烧。嗯，请问。一粒烧。什么一粒烧？三节烧搞错了。是，就不爱白加了，也要白加了。哦，来。明天第四会带十八人吗？你问我没有用。这个原味的，你要问后面这一位板娘。两个人可以了，三车烧鸡腿排，走啦。问后面这一位板娘。来，冷棒或背鸡。叫他两百块。真的好吃哦，这三车烧。叫他帮你处理，叫他帮你处理。他不是辣的，真的很好吃。给你看看联络方式。一个高逼鬼，长逼有力的，来冷棒或者三车烧鸡腿排，这气泡排吧，真的很好吃。来两百块，两个客人而已，最后一位了，三钱烧鸡的来，来冷饭好存酒烟的，哎，大哥要两支冰，给黑鸡有啊，给大哥要两支冰，那你看一下联络方式，台北资讯，下属 line。来，手机电话。来，最好姐找你来，两百二。手机电话。来，两百块，来三折烧鸡。直接跟他讲，直接跟后面的那个板娘。好，对对。直接跟板娘讲，叫他说，他跟你说，跟他说你要石斑鱼。真的好吃，我不骗你，两百块今晚被升起哦，老板被炒黄。来，冷拌哦，大家要不要试试看？真的好吃哦，很香哦，相信我。好的，好的。哎。好，摇头还是摇头，来，最好姐冷拌。好，是啊，卖完就没了。毛妹妹，我不爱介绍好强哦。是说以后没有了？三折烧鸡，以后他不做这个了，因为鸡腿涨价，他不太爱做。懂吗？抓妹，抓妹，抓妹！啊，抓就对了。来，来加七百来。请问，请问我可以请抓？请问你吞口一罐来啦，我们加七百啊。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肉了。龙胆石斑，中午石斑的肉，有要吃啊？等于空汤，等于纯红烧拢做好起来了。安尼一包人就卖个百五块啊，两包就三百啊。有人要煮无？分只两无啊？来三百块啊，三百块来。两盒鱼，两盒九块来，一七百来。多放一粒包。来一包块。多放哪有一粒包？来三百块。来三百块，就这。来一包块三。多放哪里有一粒包？这么常常有啊？你忙工作杂做来弄，这趟没你呢。来三八肉，机器大牌来三八，三八三八，大姐帅哥了，一两三四罐呀，恁，别一个算浪费的，来三八。左边左边，可能有八个伤啦，三八花啦，要请七包五包啊，恁，红包每个，来三八肉，请一下姐妹了，这五包好买无？这罐，来三八肉，
都上几栋。哦，来，最小姐，300块来。龙虎十班的脾气短来，来上吧。最小姐，来给我啊。没有这个了，来300块，不要。哇，那么快来，讲了。哎，这一几百做鬼呢？嗯。哦，你看你才有魅力。啊，我讲怕他，讲怕伊阿拢会带啦。来，要讲怕他来开三百，来200块，我宝贝要抬了，小王鱼。杀好了，杀好了。对，这边各位小王鱼全部都杀好了，等你真正细节做汤，可以起不让起，两位姑娘娘，来买300，来四位来，6位有人来，8位有人来，10位有人，真好，几位就50块啊。要免500，你该真该钱，来200了，200块来拍头，小黄鱼200，有人要真无？200块，我不要下来，大家拢在吐伫咧桌顶的，是要来？那你们要什么？他们开牌呀！来，这两百块，来，这两百块请你，来，这两百块扫你，来，200块一个要我拍头，小黄鱼200块都买到了哈，杀好了哦。哦，看样子他们不喜欢吃鱼哦。来，你想要吃啥？然后先不要紧，看没关系。老张，小黄。甜点好啦，这边就变好啦，我已经刺激过了。我可以准备困你了，来，我了解了，你坐啊，钱你别给我。啊，钱好了。来，搅黄。以为是半人。大卖场只有卖了一盒125块，里面有6颗，一般饺子的3倍大，等于卖用啥？用吹盖用这个。用吹啊。来，你啊，我爱卖你200的小人，我再把工资嘞，这个介绍不是我讲的。你去全擦的快对吧？一模一样的包装，一模一样的白纸，但是厂商再来叫我2000卖，卖我想还要钱。No， 你听好，你能买吗？三克啊，300-700，我们才只有这用掉。哦，这个未来会加来，7月28。这个不要那么窄，应该有啊。你三克啊卖袂贵啊，我卖袂那么贵，100块。3盒100，3盒200。你修改啊，都不要那么贵。3盒100都可以比价一下啦。没高估了，没高估了，被调皮了，都被调皮了，垮掉了。吃完啦。知道吗？100块了。嗯。交哪边？交哪边？哦，交哪边？差一点。交来多哩。可以来是应该。我可以来个交哪边？交哪边？来，100块来交黄。多哩。100块。哎，别啊，两千二一样，我这样没100，你听没我意思啊？100块了。真正好起来，100块了。今年也叫大哥哦。兄弟，100块了，小王100块了，100了。这包吧，包过来菜。今天是咱的过年啊，礼拜哦。来，小姐你们为什么没有买？真的好吃啊！最后一个客人没有了。来，你拿过几条面啊？375块，大哥要来，没有了。这个你要这个的话。等一下，三妹。我真的不是要给你百倍资讯吗？百倍资讯，这样没几分能办好咯。大哥，今天要5份吗？对，3分。3分得了。3分。好，我无要着，我要5分呢。啊，转去啊！我安尼，我转去。来4袋，来6袋，来8袋哦，你9袋哦，你来10袋哦，来200块。有2两记得买，大哥来买嘛。百倍的资讯。大哥买3份的，你还不会买哦？来3袋。跟电话 ，line 跟电话，看到了吗 ？OK， 你直接用 line 去问板娘哦。真的好吃，200块，最后一位了，收了喽。来，大哥要，哎，大哥要啊，来200块来，我给。来飞机，来高飞，来十几个，来200。还有人没有买到2的吗？都买到了哦。好，谢谢。来多利来，多利春节也不来。无啊，再无。来要吃多利的来，开500，开400的，一人三三个人给你，来要吃200块。我跟你讲，多利几文得啊，大哥？成本超过。这一包200块啊，我进卖200，你不要忘记啊。这包搁送你，比批发价较俗。比你赔回快些，来200块，来这个也让给多利。他没有刺，没有骨，没有皮了，红烧青蒸干煎都好吃。200块煮汤就好了。来200块，这样包拿200块来，给你包了。再配。我这边想办法嘛。100块的。赖跟电话。赖跟电话。来，他赚你钞票来。赚钞票你绝对喜欢我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，王拉走了，王拉走了。OK。
你几百块？来，选一头刀来，算你逃得。说鲤鱼。来，算你来，逃得来，抓得好。大只小鱼下去切的哦，不用五百了，来三百块了，三百块多。来，加五只，加七只，八只，九只，十只。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三百。快讲哦，看怎啊，我买大只，含袂哩哦。这样包一百，等于先等于吹。有好，没少包，来两百块喽，两百块来算一条的，清蒸龙虾干煎，红烧的，炸一炸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来两百块两算一条的，基本上没讲算一条的不？来两百块两，包腰我讲七八，再两加八加，啊再十加六，来两百块，取一条的，两百块，把它几台买哦。啊，春天你要吃烧的，我想无，大哥你准备买好啊，准备再请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大哥。唔好啊！唔好，终于有人要开声啦！我是讲大家拢开啊！来两百块来学一套刀，帅哥你爱猜一个老板哦。宝箱反过来买多利鱼，学一套刀都买到了。多利鱼，大哥你还要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们要可以撑多久？它可以撑多久？够没办法，因为涨价那个趋势有点快撑不住了。来毛豆，买三百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哎，像你卖想接近我无？哎，手动作都做恶心呢。来三包，来一百了啦，买两百。今仔今仔。大一点啊！一包五百公克。哎，妹妹那边啊。三包一千五百公克，等于一百块两毛豆。看他叫人去卖了没有？来一百块两毛豆，一百块个人要讲毛豆无？来一百豆，一百块来。很快了，要卖，要卖三包一百块就成了。来，春家两毛豆，一百块，中了哈。来，搭配一下来。毛豆最后两位喽，来一百块两毛豆。好啊，毛豆被叫了啊，是吧？现在又被吃了。一百块，中了哈，这谢了呀，这谢了呀。今天两包要分两袋回家，中了哈。来，谢谢。来，你十包以后，来香酥鸡了。印尼的朋友你好。好啊，春家两还有黄鱼修的。来，要吃香酥鸡，这香酥鸡就是咱讲的洋葱片，是吧？快点哦！来，这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咸酥鸡，香酥鸡的。来，要吃两包的八百块啊！来，要吃两包好多，两百块来。耶，有人要吃香酥鸡吧？来，两包好，这摆是咧直播购物的。来，两包好，直播是会当看的啊，会当购物哦，各位不要乱打电话哦，哦，我们很忙哦，哦，来一包多少钱？来三包你来，两包好的叫姐妹来，香酥鸡大哥叫捧场哦，来再来一包，我一脚双跑，安尼两斤重，来两包好的香酥鸡够啊，香酥鸡够啊，来两包好，够一箱这箱的，我收到那个，来两包好，买了一百块的鸡米花，这箱有十包的，吃到我撑死了，还有什么？因为我吃晚餐觉得没有吃饱，来再减两包，香酥鸡两百块。通通有了哈，哎，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，香酥鸡，看你俩吹牛龙生球哎，不知道能够撑多久，冷巴龙啊，来出救了，来王宇来，太重了，王宇妹妹之前还高大来，包工了多利鱼，王宇五百块，谢谢，我最刀了了你了，我了几杯你，啊你来要吃金杯，来两杯你，来三杯五百，来四杯五百，歹势咱这部卖一杯啦。你吃不完，你唔好动手。来，小姐也要。来，我买五包，我包吃完你包大了。来两个。七百个七百零啦，今天啦，只买全部七百，好好的要做生意。你家一生看我遐少的无？来，五百块来黄银，哎，真的蛮大只的呢，真的。多利鱼就是越南的青菜啦，越南人很喜欢吃。来，我爸过来黄鱼，越南的就把它拿来做酸辣鱼。来，我爸过来，变漂亮啊，小黄鱼变亮。来，五百块来，真的很漂亮。回去从烧清蒸糖醋做好吃黄鱼。来，我爸过来，要求我别安尼对哦。黄鱼的青菜漂亮，来上到过来一样变。来，黄鱼五百块，做两杯酱一样吧，来变好了嘛。来黄鱼，那有人无买着无？来五百块了，两尾来，三尾来，四尾来，五尾来，来七尾块，伊来叫完了啊！黄鱼来，来一挂个，来一挂个，来黄鱼来五百，来五百块来，叫你啦！好，一尾你买七百块，管你买啥？可以，很便宜，等我一下哈。来五百块来，来五百，不两几块给了黄鱼，几块了？
很便宜吗？披特很便宜吗？啊，你可能上床看了没有？来，最后一位500块来，黄宇哥。没有感觉，真的很便宜吗？来，我放过来，来三位、四位，你来这边过来，来我放过来，这边过来，来最好解了。来，我放了黄宇，没有黄宇了，各位。阿妹妹也去黄宇，我放过。总加俩。可以了哈，来大姐来。那个黄宇啊。